去买东西，又来到了批发站，去干嘛？扫码。我没有码可以扫。这里就说可以洗手。得排队。这些看上去很好吃，但我不会买，就因为量太大。看看这个多少钱，是不是比超市的便宜？你要比较一下。两桶，这个和超市打折的时候差不了太多。这个我是每次来基本上都会买，很划算，而且我喜欢这个纸张。饮料，这个果汁也不错，因为我自己用新鲜的橙子榨过，跟这个的口感是一模一样。两罐3.99算是比较划算，这里卖的比较便宜。我喜欢这个带着芒果的。兑水喝的这些，因为屎壳郎喜欢喝 pineapple， 带着菠萝的，这还没卖的呢。算了，就这些东西。人不多，太好了。8.99，这个也可以。这是巧克力，包装挺好看的，含税价应该是7磅多。我也不买，因为我其实很少吃糖。他们家做的 clean film 我就买过一次，这个纸烘焙纸不错， clean film 我就不在他家买，因为有一次买的不好。
回家的途中又来到超市，因为有很多东西得到不同的地方去购买。就是我买的东西，这里边有那种薯片，比超市的便宜一些。今天搞活动，有五包，一包没原味的吧，也算酷。还有这个芝士口味，还有两包辣的，一大包。还有买了这 croissant 挺好的 ，Costco 的 croissant 呀，不错。再就是买的饼干，我原先呢都是不用。拿它的这个盒子的，但是今天我发现它这个鸡肉下面好像有点滴液，就是有点汁水出来，我就不得不拿着它的袋子。还买了这个 mango， 这个是我爱喝的。这个还发现这个比超市的能便宜很多，3个 liter 是花了我多少钱，好像是6磅是5磅。那薯片就和这个似的打开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就是那个酷，给大家看，尝尝这个来 ，mango， 质量还挺好的。哦，然后饭了，你看 Winst 买的这个 Barney 还在，它也不过期的，到好像是10月份才过期。哇，吃这么一块就够了。剩下的给它装到盒子里，放到冰箱里。这是第二天，我昨天已经把它洗过了。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夏天又快到了。我现在是只有吃应季的西瓜，我妈说冬天吃不好，请你吃一口。感谢收看哈。